兰特今天表现亮眼。 USA Today Sports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今天勇士在主场迎战巫师，面临一度落后18分的窘境，仍临危不乱。在末节双方数度互换领先后，打出一波7-0攻势，中场以120-117成功逆转战局。第三节结束，勇士十分落后，末节开始打出一波11-2攻势力挽战局，将比数追至一分差。比赛剩七分钟时，韦斯特 David West 上篮攻下超前分，之后双方数度互换领先，勇士最后三分钟再拼出7-0攻势，成功逆转战局。科瑞又进账20分8助攻没连射，此役杜兰特 Kevin Durant 缴出全场最高31分11篮板的双十成绩，科瑞 Stephen Curry 进账20分5篮板8助攻， K 汤普森 Clay Thompson 也有18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替补球员 D 韦斯特今天上场15分钟就拿下16分4篮板，沃什则由波特 Otto Porter Jr. 拿下全队最高分29分是篮板双十表现，沃尔 John Wall 则有20分14助攻，双枪之一的比尔 Bradley Bell 则在次节就因与格林 Draymond Green 爆发冲突双双遭驱逐。波特又 USA Today Sports。